你是不是卧底？啊？是卧底吗？还是你啊？好，打游戏那不就是你？我觉得太明显了。那你觉得是谁？看谁打？白举光是谁打？打。来吧，咱们要去工作了。想都别想。你知道公司的规定，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回到你的岗位上去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们是新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这个公司不是正常人待的地方，快走。嘀咕什么呢？快去。请人去吃饱饭，走，咱们也走。请人去吃饱饭，来，稍等各位，稍等。你们是来拿第一轮面试成绩的，对吧？不，没有。哎，你现在是这个公司高管了是吧？咱俩分叉过，你现在混得已经这么好了，兄弟。你认识吗？你认识他呀？拍过戏。大学同学。手这儿，可以。哦，请各位认真对待这次面试。结果人现在当人力部的老大了，我还在面试。那是真的。我哪？啊？旁边还有人？还有人？对，我在这儿，兄弟们。还有人，那，陶杰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帮我把椅子拿过来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整蛊我们的！帮我把椅子拿过来！吓死我！那是真的！哇塞，鹏鹏幸亏没在。啥意思啊？这两个人？你是哪一个了？你是六？我第六。假如你是一个老虎，哦，对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向那些不好的习惯说 no， 我要666。对，哇，你这个好，你这还有钱的吧？你这明明感觉就是一个商务精英的生活，然后喝完酒要生气，但是就老婆走，留的是钱，十全十美的生活，我替我行。好像也不是不行。我没事，那先讲一试试呗，比如说我这是 number 3嘛。是不是我 number 3，我是，我这个利益叫做，寿比南山，好，不错，好故事，对不对 ？number 3寿比南山，为什么说寿比南山？因为工作也有工作的年龄，寿命是这样的。对，有一个人叫小南呢，特别的喜欢工作，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呢，总以前特别讨厌，他喜欢算计别人，后来他发现，其实人的一生要平衡很多的事情。即使你飞得再高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忘了家里还有你爱的人，所以他就学会了什么叫做寿比南山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你看他胆子大，他不怕。没事，你上我前面，我在后面。我撞到谁了？你不叫小白吗？你不怕黑啊？太黑了吧？走啊！怎么往哪儿啊？还有吗？来，走。有啊，还有。应该是这儿。哎呦！怎么了？是谁的脚？谁的脚？弟弟的脚。刚我叫，但是听见有什么脚步声还是
好恐怖，为什么要让我走第一个？好久没有来这么黑的地方。真吉利，要不要抱他下来啊？哎，要不要抱下来，抱上来吗？不是，等会儿他是真人吗？真人，真人抱下来，抱下来，抱下来。真人，真人不露相。什么醉什么蛋的人才打造风靡全球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别弄了，人摄像老师，摄像老师你干嘛呢？一天到凑啥？没啥，没东西。这个嘞，你是哎，以前不做包工头还是怎么着？没有，拆包批来了。这是赞助，就是冠名。不是，万一他把密码放在盖子里边嘞？没有，肯定不可能放在这儿。别这么紧张，没事儿。哎，我们可不可以试一下？哦，这个是鼠标对吧？哎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鼠标垫。鼠标垫。哦，这鼠标垫第四节。鼠标还缺个垫。这里面有数字，什么数字？念出来。我不知道对不对，它是宜家的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有？哎，张国伟，你碰见宿敌了。是你。你本身就不靠谱，他根本没有谱。举报！你这样操作，会玩密室的和不会玩密室都沉默了。我不说话，我安静。那我再问你个问题。问。小猪、小羊、小牛，谁比较甜一点呢？嗯，哎呦，猪、小牛、小羊，对，牛不是羊，为什么？因为羊蜜。羊蜜，想起来哟。羊蜜。那问你，小猪、小羊、小牛，跑步谁比较快？小猪吧。小羊为什么？羊超越。然后最后问你个问题，这个小猪、小羊、小牛碰到了一只大灰狼，大灰狼谁跟着大灰狼走了？等一下，大灰狼走了，狼，小羊，为什么呢？肯定是有个人的名字叫羊什么？等一下，羊。公布答案了吗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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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一下。你真的在乎这件事啊？不，我。好，你说吧。因为羊天真嘛。好，我们休息。